in a globalized world.经济全球化加剧了世界范围的经济、科技竞争，新的贸易壁垒不断产生。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谋划发展，这是亚非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根本之策。 从实际情况出发，都现代文明成果，进一步掌握和运用经济全球化趋势，我们要相互开放市场，积极探索开展自由贸易安排，协调经贸政策，共筹发展资金，深化产业协作，防范金融风险。 加强亚非区域组织间的横向联系和交流，大力提高南南合作的质量和水平。全国汇集最广大人民，充分调动科技进步和创新，着力调整经济结构和加快。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我坚信，一个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一个稳定、开放、繁荣的中国，必将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先生们。 各族和发展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亚非两大洲不断发展进步。谢谢大家。 Sir, Your Excellency, we have just listened to the keynote address by His Excellency.